加急包。明晚台风苏拉来，台风假真的好吗？淹水人很炸心。第九号台风苏拉明天晚上就要形成了。后来居上，不信你看一下资料。8月22日在菲律宾吕宋岛东北东方海域生成了一个热带扰动 91W， 今天它已经是热带性低气压 TD10， 中心位置在北纬 19.8 度，东经125度，以每小时8公里的速度向北北西进行，中心气压1100帕，近中心最大风速每秒15公尺，瞬间最大阵风每秒23公尺。这个家伙预计明天25号的晚上它将要变成台风，会不会威胁到我们台湾呢？要关心的哦。另一个在8月20日在南鸟岛南南东方海域生成的热带扰动 90W， 昨天下午2点的时候我们台湾才把它升格为热带性低气压，给予编号 TD11， 中心位置在北纬 16.6 度，东经 149.5 度，以每小时7公里的速度向西南西方进行，中心气压1400帕，近中心最大阵风每秒12公尺，瞬间最大阵风每秒20公尺。放台风假固然好，总是几家欢乐几家愁，如果被水淹到的人，他总是心痛痛啊。让我们一起准备起来，真实的分享台风季，台风追追追，相逢自是有缘。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谢谢观赏。